直播将在两分钟之后正式开始，也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阅读人线上读书会。我们希望透过今天的阅读人讲重点，为你来介绍好书，也同时在书中来帮助大家找到属于你自己生命的答案。嗨，毕业晚安，丽玲晚安，世鹏，哎，太有点那个暧昧哦。对，谢谢你的爱。好，莹莹晚安， Unis 晚安，真理晚安。我们在一分钟后就会开始今天晚上的线上读书会，也欢迎你为今天内容按赞并且分享，然后当然更鼓励你透过持续追踪方式来参加我们每天晚上九点的线上说书。透过线上说书，让我们一起读重点听重点，也透过线上讨论跟着大家一起来学习。嗨，丽华晚安。我们今天特别早一点，原因是因为我测试了一个新的直播软体，所以今天会稍微早一点点，早一点点来测试一下，带领大家在线上一起学习。也谢谢大家的按赞。我们在一分钟后正式开始今晚的内容喽。好，我们要开始今天的正式内容。我们今天要谈论的书有六本书，而阅读人讲重点，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我们是一个线上的读书会，会带领大家一起线上读书，然后也会透过线上阅读的过程当中跟着大家一起交流讨论，然后当然也过程也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读者朋友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生命中需要的那本书，来解开现在人生的谜团，让你生命真的能够找到力量。好，那紧接着我们就来介绍今天的好书了。好，我们今天有哪些书要来跟大家分享呢？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好书介绍。好，我们在介绍好书之前呢，也欢迎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写下今天你想阅读哪一本，你想阅读哪一本。我们今天总共有这六本书，编辑这一行怪奇诊疗室，希腊男神艺术图鉴，前瞻人才素养，做自己的工作设计师，以及女力世代。而这六本书都内容非常大径非常完全非常不一样，而这些内容也都各自有各自的精彩。然后当然或许有这当中有一本就是我们在今天能够带你一起来反思，或者能够帮助到你找到你现在人生的方向好书。所以你会想阅读哪一本呢？欢迎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一起交流讨论。我们今天的线上读书会是采用一个新的软体来进行线上直播，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线上说书内容。哦，学生说每本都想读，而且我们这个软体很神奇哦，它甚至可以PO出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好，这个我就列出 Judy 说女力时代。好，有人想读一。哎，有朋友说他想阅读的是做自己的工作设计师，没有问题。好，前瞻人才素养，丽华分享的。好，有人要读希腊男神。好，所以感觉好像每本书都各自有各自的投票拥护者。好，那我们就来读读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本书，也欢迎你为今天内容按赞并且转分享，透过分享让我们一起来线上学习。好，首先要介绍第一本，这本书的书名叫做《编辑这一行》，作者叫做片商一行，他本身是一个传奇的编辑哦。然后在这个之前呢，我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本身是一个编辑，你会想出版什么样的书呢？欢迎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区跟大家一起讨论分享。如果你本身是一个编辑，你会想编什么书呢？好，那这位作者他自己从事编辑有40年的时间，他要跟大家分享在这40年当中他发现什么，并且他找到什么样的人适合成为编辑，以及如何编辑出畅销书的方法。所以面从企划、书名、书封、标题、文案到图表，要来谈谈编辑力的技术。所以我觉得其实编辑就等于跟写书的作家是一样的。所以这本书里面就专门介绍整个编辑在写一本做一本书的过程当中，他会面对到的每每嘎嘎。好，所以他说
他自己成为商业编辑已经快40年，他说到了这个年纪感觉保存期限都要过了，才真的动笔写下编辑这一行这本书。他说这本书其实并不是要谈编辑的论文，也不是谈编辑跟作家彼此交流的回忆录，而是回答一个很单纯的问题，要怎么样才能够出版好书，以及或者称为畅销书。所以简单来说，如果由他来回答，他会先反思的是，那么什么是编辑？什么是编辑？所以一本书基本上就是谈一本书从无到有，甚至能够成为畅销的一些核心关键。所以如果是你，你自己会想编辑什么样的书呢？有朋友有绘本。好，那个丽玲说在高中的时候担任过校刊编辑。学生说诶想编辑出版小说。好，有朋友说要编故事书。好，所以我们今天是采用一个新的软体跟大家一起来线上直播说书，非常不一样，然后会把大家问题直接列出来跟大家一起交流讨论。所以你会想编什么样的书呢？好，那作者他来分享如何成为出版一个草书。他说啊，作者认为只要是书都应该是好书，而且一定要是畅销书，因为书本身就是一个产品。我觉得作者他很直接，就他直接谈明，就书这件事它本身就是一个产品，既然它成为一个产品，它就一定要有人买单，如果没有人买单，那你把这本书印出来，其实我觉得就我的观点、就叫做浪费纸张，要多砍树，所以一定要找到有想要阅读你文字的人。所以你必须，我觉得现阶段的作者而言、其实还蛮辛苦的，不单纯只要写书而已，还必须要培养粉丝关系，培养粉丝关系。所以他在思考他过往出版的历程当中，他怎么样看出版这件事情。他说他一定会反思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出版这本书？因为出版社以卖书为目的，但过程当中还是可以出一些读者不多但有正面意义和价值的好书，这两者本身不冲突，可是老板其实还是希望能够出版是冲高营业额，或者某些重点书能够带来好的营收，因为好营收好的营业额才能够支持出版人继续在这个出版的领域推广更多好作品。所以每个行业都一样，都要先反思一个事情，叫做为什么做这个，这个对读者而言有什么好处，然后也同时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一行。所以在出版的过程当中，每本书都希望被人看见，每本书都希望能够大卖。所以如果以这个方向思考，就要反思，那么我现在出的这本书读者是谁，读者是谁。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他就专门来谈谈编辑这个领域所需要的专业能力，需要专业能力，然后也延伸如何出版一个能够畅销的好书，能够畅销好书。所以其实书本身它是一个产品，它是一个商品，它绝对不是只是单纯说那个就只是一本书而已，它本身是有交换的关系，人们付钱去买了这本书，也透过付钱去交换书里面的价值，进而感动自己。所以这是作者他认为出版编辑这一行他所要附带的一个社会责任，以及为公司为出版社创造营收的责任。所以如果你是出版社，你会想出什么样的书呢？对，有朋友说有人需要的书都可以，然后 Judy 说对啊，要问读者是谁。所以有时候要反思你如果真的想要在网络上，即使没有出书，可是你想要在网络上推播你想传递的知识，你想传递的价值，那也要反思的是到底谁会看我的内容，而我要写什么样的内容来帮助到那些来到我粉丝页的朋友。所以鼓励你为今天内容按赞并且转分享，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线上读书会，不只有我读书，也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线上共读，一起透过知识的线上飨宴，打开自己的生命，打开自己的视野，并且从当中找到属于你自己生命所要寻找的答案。好，所以紧接着我们要介绍下一本书了。
好，下一本书还蛮怪奇的，因为这本书要介绍就叫做《怪奇诊疗室》，里面作者叫汤马斯·莫利斯，他整理了300年当中关于外科教科书新闻以及所有的医疗案例当中那些怪病，然后把这些怪病集结起来。好，那这时候也要问你一个问题哦，你听过什么样的怪病呢？其实只要看社会新闻，常会听到一些很莫名其妙的，就是人们有时候身体有什么洞就会乱塞什么东西，或者会尝试各种莫名其妙 的冒险，然后进而后面就产生很大的危险危难。就像我之前听到那个看社会新闻，就是有人要翻墙，只是觉得翻墙这个路比较捷径比较快，没想到爬上去那个栏杆是尖刺的，后来就刺穿屁股，刺穿屁股。所以那个有时候不要觉得那个凡事没有什么意外，一旦发生了就很糟糕了。所以这时候要问大家的是，你有没有听过什么样奇怪的病？而这本书他把历史上沉睡许久以及相关期刊媒体报道当中许多怪奇的医疗知识把它整理出来，来与大家分享。所以怪奇诊疗室，好，那我分享其中两个例子是书中他透过大量的整理医疗期刊资料中读到的。好，他在一篇医学外科期刊当中看到了1832年的一个案例。而这案例是什么呢？我们人可不可以把刀子吞到肚子里面去？我们人能不能把刀子吞到肚子里面去？我现在听到这里大家一定会莞尔一笑，怎么可能吞刀子啊？吞刀子肚子不就被戳破吗？好，那在历史上真的有人吞刀子。好，有一个1799年有一个23岁的美国水手叫做约翰康明斯。好，这个约翰呢，他本身就是每到一个港口下港就会去喝点小酒，而在喝小酒过程当中就会去看一些精彩的当地人表演。而在当中呢，其中有人表演一个魔术，有一个江湖术士呢，假装吞下折叠刀娱乐观众。所以呢，这个船员这个约翰呢，看完之后觉得自己也可以，回到船上就跟他的船员同事说，我在下港口的时候在一个酒吧看到有人吞刀子了，原来刀子是可以吞的，我觉得我也可以。所以他就吹嘘自己也做得到，就开始了吞下第一把刀，然后紧接着整个晚上呢他尝试吞了三把刀。然后第一天隔天呢，没想到有一把刀真的排泄排出来了，可另外两把刀没有，所以他就试着喝油，进而 没想到竟然后来刀子都顺利出现。所以他想说，原来人真的可以吞刀子。所以紧接着在1805年3月他又被他的船员同事拱出来表演。而在那一次的表演当中，他总共吞了多少刀呢？总共吞了14把刀。而这过程当中也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隔天他不断的呕吐胃痛，后来甚至送到医院，然后进而必须要开刀把刀取出来，然后当然同年的11月因为那些刀实在是有够多，给大家看一下，这都是有真实的照片的，这当时的期刊照片，就患者胃里面取出来刀子的碎片图，刀子的碎片图。所以延伸后来他在11月的时候，就身体每况愈下。1809年隔年的3月就因身体极度衰弱而过世，所以有时候不该乱玩不要乱玩，不该吞的东西不要吞。然后延伸还有另外一个在书中提到的牙齿爆炸之谜。好，这也是在一个期刊当中他读到的案例。他说在这个40年的期刊的相关资料整理当中，有曾经有3件特别案例是跟牙齿爆炸有关的，就牙齿在嘴巴里面爆炸啊，为什么爆炸？这就很多人就开始做大量的研究，可就40年当中就只有这3例是牙齿爆炸，就在嘴巴里面有非常大的巨响，然后以及包括剧痛。然后这过程当中那时候的科学家认为，因为那时候热是由卡路里的液体来计算，
实际上那时候推测会不会牙齿里面有液体因为卡路里的热的膨胀而造成牙齿崩裂而爆炸。然后当然还有延伸其他提到的是、哦、因为蛀牙那个牙齿里面产生发酵气体在蛀牙的里面，所以进而产生爆炸。然后当然这些理由目前很多科学家认为不太合理，所以呢现在呢这个牙齿爆炸之谜依旧是无解的，无解的。所以对你而言，你自己有听过什么样奇怪的病呢？对，所以牙齿爆炸很奇怪啊。不过有人说，哎，会不会是幻听？那个幻听幻想，哎，也有可能哦，有可能。哦，有人曾经目睹过，哎，像是那种肉瘤。对，有我知道像有一些患者例如罹患像卡巴西氏肿瘤等等之类都会有一些症状是会在脸上或身体某些器官出现的。然后刚刚有一个 Cindy 说比九把刀还多，14把刀。所以目前历史上有记录下来的期刊就那一个船员吞了14把刀。对，刚刚的简报最伤行很夸张。这都是在这本书《怪奇诊疗室》当中所介绍的内容，所以非常的枯手，然后可是却是真实历史上出现过的案例。所以听到这里，你自己有没有听过什么样奇怪的神奇 很神奇的病呢？神奇的病。好，那紧接着要准备介绍下一本书了。好，也欢迎你可以为今天内容按赞并且转分享。好，那紧接我们介绍下一本书要来讨论这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希腊神话。在希腊神话当中你最喜欢谁呢？你最喜欢谁呢？好，这本书呢就在图解那个希腊里面所有的爱欲情仇，然后非常科普，也同时是一本全彩的内容，为大家梳理了超过400幅希腊那些男神的名画，然后当然不止男神，我包括女神也在当中。好，为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所以给大家看一下，里面全部都是全彩，非常精彩的一本书。所以如果你想对希腊神话有更多的了解，这本书里面有非常多精彩的故事，对，而且都是很厉害的艺术作品，很厉害的艺术作品。好，那我分享其中最前面被称为希腊的第一男神。好，那希腊第一男神会是谁呢？好，希腊第一男神在里面所记载的就叫做宙斯。好，很多人从宙斯的身上角度总是看到什么呢？看到是宙斯的风流韵事，就他很喜欢好像跟很多女神或者跟很多女人发生过关系，然后就后来就遍地都是他的孩子啊，然后延伸还产生很多孙子。然后可是呢他本业是什么呢？宙斯的本业他本身掌管雷神以及天空之神的本职，所以他希腊人和意大利人把宙斯视为能够赋予他们丰沛雨水的神，就像现在台湾很缺水，所以也希望如果真的有宙斯赶快让台湾降点雨，让台湾降雨。所以那时候呢只要每逢干旱，人们就会向宙斯祈祷，降雨吧，降雨吧，亲爱的宙斯，让我们的麦田和平原普降甘霖，普降甘霖。然后这时候呢，雅典还有一座把宙斯当作闪电之神来祭拜的神庙，所以祭司们会前往神庙观察上空的闪电，而希腊人也习惯把雷电轰击过的地方用围篱围起来，奉献给天降的宙斯，乘着闪电自天而降。所以古代呢，无论农耕民族或者游牧民族，都依赖风雨来实现什么呢？谷物丰收，牲畜兴旺，从而维持日常的生活。所以这本书他把很多这些希腊神话故事的这些男神一一记录，然后甚至有一个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索尔。好，索尔是奥丁的长子，他是年少英俊，红发红须，体格健壮，臂力过人，然后是对抗大自然恐怖力量的代表。而索尔有三个宝物，第一个能够开山碎石，有可怕力量的雷霆之锤，
而这宝物功能神奇，丢出去会自动回到手中。哎，有没有听到这里好像就是那个什么复仇者联盟里面的剧情了？而索尔出现在空中，冰霜巨人和山巨人一眼就能认出这个神锤，因为他们曾经一起打过架。然后没有什么比索尔的雷霆之锤更可怕的。而第二个宝物呢，索尔的神力能够加强一倍，来自于他有一个力量腰带。然后第三个是他在挥舞神锤的时候所戴的铁手套，所以当索尔挥舞神锤，铁手套会在空中发出可怕的亮光，映在地上人们的眼中。而他战车有着沉重的铁轮，两匹毛比雪还白的羊牵引，所以当索尔奔驰在云海中，车轮会发出巨大的声响。所以索尔，雷神索尔的故事。所以希腊男神当中，你自己最欣赏谁呢？你最喜欢谁呢？谁每个人喜欢的都不一样。对，有人说索尔是北欧神话吧？其实这本书就基本上把多数那个欧洲神话的那些神明都集结在这本书里面。我自己在翻读的时候，所以如果你对于那希腊神话总是觉得内容好像很复杂，这些人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连结，那这本书有很多图鉴会帮你一一介绍和拆解。而且我觉得很厉害的是还有很多非常厉害的艺术作品，所以其实也不单纯只是看故事而已，还能够一起欣赏这些很厉害的艺术画作。但是从美的角度来看呢，从美的角度来看，对，非常漂亮的艺术画作。所以与大家回馈分享希腊男神艺术图鉴。对，然后玉婷说降雨吧。所以我们很重要，台湾需要水，是的，没有错。我们现在非常需要雨水来浇灌，像昨天有下雨，而今天大家期待会不会再下，今天就没有下了。所以希望那个梅雨季赶快来，能够洗涤一下现在水库缺水问题之外还有疫情的心情。好，那紧接着我们要来介绍下一本书咯。好，下一本书要介绍的叫做前瞻人才素养。然后这边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如何识别一个好人才呢？怎么样人才是能够被看得出来的呢？好，这本书里面提到说，人才流失比货币流失更可怕。从高阶人力资源管理的关键职能模型当中探究上班族的成长路径，然后进而在这过程当中也提醒所有组织管理者，好的管理不只要用才，还要育才留才，企业才能够稳健成长。所以健全的人力资源是必备的一环。而这个在书中有列出七个很重要的人才职能哦。好，那紧接着要跟大家分享这七个。第一个职能叫做正直诚信，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才能够让你走更远的路，这第一点。第二个，凝聚企业的核心精神，将你所做的事情要符合企业的期待还有目标，不能只做自己要做的事情。然后第三个，你要拥有企业经营管理的知识还有能力，所以你不只要做事，你还要练习经营管理，因为你才能够有机会被拉拔往上提升。然后甚至你要懂得传统和策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专业，教过去的企业组织内部管理以及相关现在新鲜人，你该如何策略性的引导讨论，发挥他们长才。这也是如果你在职涯发展中你需要学会的能力。然后也包括引导企业变革能力。然后下一个叫做第六个叫沟通与协调能力。然后第七个自我发展力。所以这是针对建立高阶人才资源的职能模型。这我觉得这几个观点不只是人资要读，我觉得一般如果你在企业组织当中原本现在是小螺丝钉，或者期待未来有机会可以不断往上晋升，那么其实你都需要拥有我刚刚所提到这些观点和职能，包括正直
你所做的要符合企业的核心，以及包括你持续的与人有很好的关系，跟同仁有很好关系，能够策略性的与人合作，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提醒。所以这是一个关于高阶人力资源管理的模型。然后我觉得这本书呢，要怎么说，应该算是一本工具书，里面的内容非常详细，密密麻麻，然后同时拥有非常多的图表手册进行介绍。所以这本书应该比较适合是人资朋友在阅读上面一定会觉得会用得到，因为里面包括相关的像薪酬管理啊、制度啊，然后也包括如何加薪等等，如何引导谈判等等，这些在企业组织内人才发展流程图等等。所以这是人资会可能比较常常需要用到的相关的策略工具。好，作者是王霞昌老师。好，所以这是与大家分享的。好，那你会如何识别一个好人才呢？欢迎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好，有朋友说，知道企业的目标，协调同事间互相理解，达成共识，一起承担责任，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哦，帮我们标重点。不会有人分享，公务单位有时候不会用财，不会育财留财，所以只会把讨厌鬼弄走，免得找长官麻烦。对，因为有些组织他进去就有点像是，你很难被 fire， 所以很多人会在里面真的是，我听过啊，就真的摆烂，没有想做事情。好，所以这是刚刚与大家分享的前瞻人才素养，它是一本工具型的书。然后但如果你本身人资，那这样的书可能对你而言会帮助比较大。好，那紧接要介绍下一本书咯。好，下一本书我觉得还蛮精彩的，因为这本书要提醒大家一个主题叫做做自己的工作设计师。好，这本书的作者曾经出版过做自己的生命设计师，然后是非常有名的畅销书。可是现在呢，他提到了人生的高峰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工作，如果你工作不快乐要怎么办呢？好，该怎么办？读书啊，从书中找答案。所以这本书并不是要你离职哦，而是要你去思索在这工作当中如何变得更快乐。所以这时候要请你在下面跟着我们一起讨论这个主题，如何在不换工作下面变得更快乐呢？我们是线上读书会的形式，也透过线上的交流讨论，让我们在当中找到属于我们生命以及包括我们人生需要的解答。欢迎你为今天内容按赞并且分享，然后当然更鼓励你持续追踪，跟着我们一起线上学习，在这个防疫期间呢，在家阅读最安全。好，那紧接着要来聊聊咯。好，如何在不换工作下面变得更快乐，欢迎你可以在下面跟我们一起分享。好，那我先分享书中某一些段落，因为其实这本书内容实在太丰富，它是一个职涯发展工具书，而且是不断反思沉淀去检索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好，它有一个七天的练习，而这七天练习它蛮鼓励每个礼拜可以做一次，我觉得就等于要整整做一个月啦。好，第一个事情叫做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舒舒服服可以做至少5到10分钟，然后紧接着闭上眼睛什么都不做，就好好的呼吸，做完整3到4次的完整吐纳，让呼吸慢下来，然后同时整个人调慢，感激自己还活着并享有这片刻的宁静。好，那紧接着眼睛还不要睁开，用你内心过往的回想，心灵的眼睛回顾你这七天当中，想想这一个礼拜当中有什么2到4个时刻是让你特别有记忆的。然后同时要小心哦，不要被问题冲突而挡住。这时候你要，当你想到都是那些问题或冲突，你要提醒自己，我会找时间处理。因为这时候我们要回顾的是鼓励自己找到那个我在工作中快乐的优点，或者那些特别时刻。然后同时在这过程当中，你也可以简短的写下关键字，好，例如你完成的报告，或者这个礼拜让主管很满意，
甚至呢，哎，这礼拜有人有同仁跟我微笑打招呼，这些都是一些对你而言让你感受到快乐的时刻。然后第三部分呢，反思，从这些你记录下来的关键字重新再次回味。然后第四部分呢，好，那简单的强化你的反思，提醒自己很庆幸发生这些美好事情，这是一个不错的一周。这过程呢，基本上有点像是用正能量试着不断的提醒自己，也让这些好的事情持续再次出现。所以呢，如果你自己觉得你的职涯发展总是很不开心，然后总是看到都是糟糕的事，作者邀请你可以先做这个练习，先沉淀下来，一定有好事，只是你可能忘记了，再小的事情它都是值得被称许的事情。然后在其中一个章节提到，我觉得一个很大的提醒，在工作你是要钱呢还是要意义？要钱呢还是要意义？如果要选一个，很多人想说，那看是要赚钱还是要做有意义的事情，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可基本上金钱和意义是完全不同的价值指标，它甚至呢两者都可以合在一起，就做有意义的工作和赚大钱本身其实不矛盾，它是可以不矛盾的，只是看你怎么样去重新定义你工作的内容。所以呢，它有几个问题我觉得很值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停下来想想。第一个问题叫做为什么要工作，第二个问题工作是为了什么，第三个问题工作的意义是什么，第四个问题工作和个人他人社会有什么样的关联，第五个问题什么是好工作值得做的工作，第六个问题金钱和工作之间的关联又是什么，然后第八个问题经历成长成就感和工作的关联又是什么。所以这是用工作的思维来反思它跟你人生跟你生活的连结性，跟你生活连结性，透过这些反思的过程，其实会不断的检索你自己现在职涯发展是否走的是你真的期待并且你喜欢的工作之路。所以你自己觉得什么样的状况下面不换工作还能够依旧快乐呢？欢迎你可以在下面回馈分享。好，有人说工作烦的时候从书中找答案，如何在工作中快乐呢？好，文慧说努力做好眼前的工作和人和，做出成就感就会找出乐趣来。哦，艾可说哎，在工作中找出自己的热情。好， Cindy 说不换工作但要转换自己的心态才会快乐，才会快乐。所以你自己工作快乐吗？和 Judy 也分享，但工作态度往往决定薪水，决定薪水。好，对人们对社会对环境有贡献的都是好工作，其实只要是在目前社会上存在工作都是有人需要的，所以才会被存在，而被存在就有被需要的价值，而有被需要价值其实它可以是好工作，只会让你感受到不好，可能很多时候是跟同人之间的关系，跟长官之间的关系让你感受到不好，然后当然有的人是薪水太少觉得被苦待了，所以在过程当中你都要去检索你是否接受这样的薪水，如果不行那你有什么方式可以提升薪水，如果不行那你有没有想过如何改变环境去提升薪水。如果你在意的是经济，你在意的是钱啊，如果你对于钱这件事情没有太多想法，是因为你现在假设薪资已经够高了，可是却在与公司同仁之间或者跟客户之间总是充满着压力，就要反思如何破冰使这个压力能够降到最低，能够降到最低。对，因为爱上所以阅读说工作不宜赶时间，长期下来会很焦虑。是的，没有错。对，大成说不能接受就要改变，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试着去调整去改变你真正想要的工作。所以这是与大家分享的好书，做自己的工作设计师，而这里面是以职场实战篇来谈谈职场如何变得更好，变得更棒，变得更好，变得更棒。好，那紧接着要准备介绍今天的第六本书。好，今天第六本书要谈创业。
好，那这时候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也包括你也可以一起反思。好，关于女性创业啊，可能会遇到的机会和挑战又是什么呢？又是什么？也欢迎你为阅读人今天的内容按赞，给阅读人肯定，然后当然也给自己一个鼓励，然后更鼓励你透过分享把好内容、好书，也同时邀请更多人一起参加线上读书会来肯定一下，因为我们期待这样的内容真的能够支持到许多好朋友，能够让这样的内容能够大大发挥更好的影响力，更好影响力。好，那女性的创业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好，其实创业本身也是一种工作，它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台湾有九成女性其实都有创业的意愿哦，无论是在网络卖东西，或者自己的小群卖东西，或者是真的到开店啊摆摊都有，其实男生也是一样。可是真正创业比例却只有三成，反而是七成是男性在创业。然后当然这当中也包括夫妻共同创业、家族协助创业等。女性在创业当中要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梦想呢？梦想和现实的落差又如何协调呢？其实真的挑战很大很多，包括如果大家知道，其实很多人认为女性还有相夫教子的责任，或者是照顾家庭、养儿育女、关心孩子作业等等，其实这其实不完全是女性的责任，其实爸爸也要负担在这当中。当然女性创业有她的优点也有她的缺点。所以这本书呢里面介绍了17位，这里面作者就17位啦，来介绍自己在这个创业历程当中他们如何面对挑战，如何遇到人生卡关，他们如何去破解它，如何破解它。我分享其中几个篇章的小重点。好，在这里面提到说，其实创业本身它从来不是简单的过程。相较过去，其实这世代有更多工具、渠道和宣传方式的商业模式可以帮助我们创业。所以在创业的时候有三件事情要先想清楚。第一个，你的创业身份，你是要用自己的本身的特质内容去创业的自媒体呢？因为现在很流行自媒体嘛，网红、部落客、专家，还是你本身想要透过是产品形式的创业？这每一种不同的创业它都有它需要承受的代价或者需要投入的成本不等。然后第二个，先想好你要走的路，你要做的创业渠道、创业身份。第二个是销售，你该如何把你的服务或产品卖出去？除了网络消费之外，团购、代购、分润等等，还有哪些创业路径、创业渠道是你可以尝试的？然后第三个，刚刚提到说很多时候要投入成本嘛，可如果你没成本，你没有钱该怎么办呢？好，现在资金来源有很多，包括天使投资、募资、群募，还包括政府有一些创业补助金、创业竞赛金都是可以申请的。所以第一桶金的资源越来越多元，然后创业不再只局限于资本雄厚，而也或必须要全数自有资金才能够开始的状态。而这样的情境和资源呢，它有很多可以帮助到你，让你在创业不会负担太大的压力。所以里面有非常大量的关于创业历程当中女性所会需要用到的工具和挑战。然后我觉得这边有一个商业模式图很值得大家可以作为参考。好，这商业模式图呢它很明确的点出，关于如果你要创业有一些是你需要先思考的点，包括你的价值服务是什么，你的客户群体又是谁，跟客户的关系是什么样连接，你和如何推广你的产品，你的关键服务是什么，你的核心资源、你的重要合作、你的成本以及你的收入来源又是什么。所以透过这样很明确、很有架构性的做检讨和整理，将能够使你在创业过程当中稳扎稳打，不能说一定成功，可是至少如果一旦失败，你还有后路、还有退路，甚至你也会比较清楚你该冒什么样险以及不该冒什么样的风险。所以我觉得创业在近期疫情期间真的都非常不容易、非常伟大，因为疫情时很多商业模式需要有很大的改变，过去需要人面对面的现在都搬到线上，而线上这个新的模式开始，而大家还没有练习或熟悉的过程，又如何去打造一个最大家世界或者喜欢的模式，这真的需要很多创意去一起反思。
所以对你而言，创业女性创业的机会是什么呢？挑战又是什么呢？好，大成说，先把自己的目标评估好，也能够作为募资的缩帖。好，有人分享说，哎，创业不难，难的是人的管理。是的，没有错。好，宁宁说，很多女性比较容易犹豫不决，在交涉过程容易被质疑成效。不过女性也有她的敏感特质，在关心客户的过程当中，比较能够打动一些消费者的心。然后学生说，一般女性会因为家庭得不到创业支持，有的是，可是有的其实如果家里面是家族，或者是有人女性创业成功，那的确有可能会有家族的人会支持哦。好，君慧说，如果有自己的店面就会省很多钱，对，因为少了租金嘛，不然就要靠网络行销。好，香香说，创业需要本钱，是的，没有错。在过去，本金这件事情，很多时候需要50、100以上。可现在创业其实比想象中没有还要简单很多。其实你需要投入的叫做时间，还有能力的培养。只要有时间和能力的培养，那基本上钱它是第二考虑的事情。因为你必须要先想的是，你要卖的是服务还是产品。当你有自己投入的能力，你可以卖的是服务。可是延伸，如果你本身能够与人合作，你也可以卖的是与人交换，你能够把东西卖出去的这个行销能力，这都是不是需要马上要用到钱的。如果这件事可以成功，你去借钱来做，它都可以让你成功。所以这是我自己在后来创业的历程当中，看到了其他的面向。不过大成说，如果有时候选的位置叫牺牲孩子，其实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再说这个是性别的刻板印象。Judy 说，会有婚姻小孩家庭的困难，所以我们都需要好好的反思，女性在创业过程当中，她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然后但她也有她的机会，她的机会。对，有人说现在人力真的是一道难题，掌管好和突破。我自己会蛮鼓励大家，如果要创业，会先从独资开始。因为合伙啊，或者是就是你跟朋友合作，感觉有钱就能做事，其实不一定。有钱反而有时候不能做事，反而是先能够做有钱的事情，你才能够找到对的人跟你一起合作，而且不一定是朋友，就是适合的人都可以是合作的对象。好，有人说，我背景是 IKEA 吗？不是，这是网络的图库，网络的图库。下次可以换 IKEA 的图片。好， Cindy 说，疫情也让很多家庭主妇成为很棒的烘焙师，慢慢在线上做生意。对啊，没有错。所以呢，如果你本身有一些小技能，你可以卖你的产品和服务的，透过网络电商，有订单在做，有订单在做，这过程慢慢累积成就感之外呢，也或许在有一天你真能够做到了一个很稳定的商业策略和模式，发展出属于你自己的天地，自己的天地。所以这是给大家一个鼓励还有分享，不要把自己限缩，认为自己不可能，你如果愿意，他都有机会，有机会。好，所以这是今天与大家分享的精彩内容。不知道我们今天所介绍的好书哪一本大大帮助到你，鼓励到你呢？我们今天介绍了总共有六本书，总共有六本书，分别有这些编辑这一行，然后也同时怪奇诊疗室、希腊男神、艺术图鉴、前瞻人才素养、做自己的工作设计师和女力世代。所以这是今天与大家介绍的好书，也希望我们所介绍内容能够大大支持你，帮助到你。期待明天晚上持续与大家线上读书，线上相见。我们每天晚上9点都会在线上说书，所以也鼓励你可以刻意把时间留下来，你可以带着你的孩子，跟着你的家人，或者你自己一个人边做瑜伽边运动，一起来享受阅读，从阅读当中与线上的同学一起线上交流，互相互动，线上能够使你打开你更多的视野，然后当然这也是一个非常安全的线上读书会。期待明天晚上9点的再见，晚安咯，拜拜。阅读人讲重点，明天再见，拜拜。